是姑的妻子，是姑的王后，她只能跟姑在一起。陛下，我一睁眼睛，我的妻女这个头发呀！韩丹青，韩丹青，我的姐姐。这个叫叶希雾的人，他已经死了，应该让他安息。胡说！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，只有他，只有他能救我。我滚！不行。韩后这是怀难，感动了。对。然后是想问什么？对，想问问。据你元神以我的全部交换，即便生生世世你我也不想。走。好，赶紧走。好，来，师妹。我不想折磨他，我只想对他好，就像他保护我、守护我那样。谭太监，你帮我请来，也算是替他去，放过他，让他体面的走吧。你给了他不想要，他想要的你从来也不肯成全。他只想。为此，他甚至愿意去死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长月烬明。